前面的比赛七局的内容被打四支安打，三战了十次，三个保送。没了。哦，投出了三振。三振能力很好啊，对。哦，140 high fastball， 三振掉了陈玉胜。那场比赛他投七局没失分，5-0。又来一个 high fastball， 三振又三振，球的转速相当不错，K 功相当了得了。回棒落空，哇 ，K you very much。这个半局的郑浩演出了三连 K， strike out the side，K K K 三连 K。哎呦，再一个速球过来，三振，又来了，哎呦，再来一 K， strike out。满球数，哎呦，这棒子完全挥晚了，排名完全不对哦，遭到了三振。这是敲哪里？三振，又可以做哦。好，三振出局。这个半局的郑浩投出了三上三下。喂，三振出局，十 K 了，第十次三振。打安打都很困难，好像从头到尾只打一支安打，又三振了吗？哇，又三振了，89，11K。现在郑浩啊，基本上他就是一台无情的三振机器 ，K 博士了，台湾的 K 博士，机会。哦，变化球来，哇，不死三振，哪里哪里？找不到球，还是 K， 给你一个不死三振。这个半局三连 K， 但这局还没结束。K K K， 郑浩今天六又三分之二局，67颗好球，29颗的坏球，被打5支安打，12次的三振，只有一次的保送，2分，投手则失分。